Airman 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胡歌。10年前，我发了第一张个人专辑，名字叫《出发》。当时这个名字对我的意义是重新开始，再次上路。幸运的是，10年后的今天，我依然在路上。而那个时候，陪伴我一起经历风雨的朋友们，大部分还都在身边。遗憾的是，给我很多帮助、成就了这张专辑的潘盛华老师已经不在了，但是他永远都在我的心里，永远都在我录制的歌声里。10年后的今天，我特别想感谢这一路上给予我帮助、给我力量、让我走出困境、重拾自信的